来蒜里上面加，蒜里面加排骨饭了。排骨饭谁？我饭条。这蒜里跟那个蒜香啊。你会还是柠檬？来柠檬啊，你给去给我。鳕鱼要一个人加这大块，免清免白饭排骨饭了。来者啊！你坐过上面，你坐过车里，我敢还讲是一个大声话。你要来？这蒜泥一袋卖你百几块，你无得买这大袋这高的，吹着搁袂丢水的。今仔去新地钱的来，这袋搁我请，唔免一千啊，八百块啦，开五百了，五百块。五百块了，一袋五百，两袋五百，三袋，四袋你也十对买五啊，五袋大袋哦，吹着拢袂丢水的，这袋几多年啊，这冇人给闹贵的哦。这四袋哦，你这五袋五百块了，姐你搁贵的。来，最后一个上面一个大哥，你要吃蒜泥无？蒜梨最后一个上面一个一块卖一千，蒜大你买一个蒜梨啊。包。我自家上。我在遐要吃嘞，哦，安尼无啊。三、四、五，来，加你喜欢搞小面。一路较顺一条，卖青贡。你们喜欢无？哎，美女，你要不要香肠？一块梨啊。哦，好，好。啊，你搞我小面。哎，美女，你要小面。嗯。上面一个鸡腿耶。啊，你别啊。美女，你有没有在我这一摊买过我的鸡腿？啊，好食无？你甲我观众讲一下，四两好不好？好啦吼。我先就讲啦吼，咱物件若做好食，自然人家就来找啦。哦，自然人家这泰式柠檬的鸡腿啊，哦，啊，咱真正卖物件，唔是凊彩卖，咱是真正经过几啊间甲试验过，讲这间好好食，我才卖这间个啦。伊这鸡腿无骨嘞，爱食的人家免三百二啊，五拢无骨嘞，要食两百块多两。来者啊！三只鸡腿、四只鸡腿、五只哦，你。两个啊！来，你好水饺。今仔日恁老外买鸡腿的人家吼，我加一只哦，你啦。两个啊！我加两只哦，你啦。等下啦，我加三只哦，你啦。唔免三百，通着骨骨退钱，两百块拢无骨嘞。两个啊！三个来只两只啊！三只好啊，无啊，五只啊，六只啊，七只哦，你啦，八只给咱先啦，两百块尔。来啊，这真正。鸡腿够好吃啊！我袂甲你骗，四斤、五斤、六斤啊，七斤、八斤啊，两百块尔。我倒来收你面皮。鸡腿够无？哪个两块多？三斤啊，五斤、六斤啊。啊，物件若好食，自然人家就来啊。你几个？两个。对，你讲几个？我两个啊。六啊，七啊，八啊，两百就好了。斤两啊，三斤啊，五六啊，七八。来第一个钱的啥？啊，这还没钱的。啊，无嘛有第二个钱的。啊，这多花第二个。第二个的话，基本上上两天。啊，大哥，这当天是你支持的。你要关闭的无？你要还无啊？要不要放明会的？来收钱。无。来个，你要吃啥？你讲。你要吃啥？你跟我讲。鳗鱼啊，鳗鱼可以啊。这鳗鱼啊，你也当去海产大行看看，好想无？对吧？这一只应该拢六七百块，一只哦，一只哦。这一只也六百，两只千二，唔免让你加千二，一千块了。这只搁送你，这只搁请你。你后底还换一只鱼啊？我你甲我讲，先加钱，这只搁来，一千二三百只鳗鱼。两只呀，四百了。来，头前啊！卖勉强哦，你食袂了，你讲下咯。过年过年嘛，无一定爱买遐多。四百个两百来无？四百个两百只来无？来。那磨啊磨，本地就贵啊，唔是我卖你贵，我讲价嘛足贵的呢。我若手枪买嘛足贵的呢，这种冰冻食全。蛤蟆摕起来，我蛤蟆好啊。啊，这你讲要食哦？要求这条白团啊，阿水，你讲要食这金翅翅的？而且哦，说实话，安全在先呐。水哦，你讲，不会骗人哦，这种好吃。那你要食白团，人家免一千八百，来一尾外口菜只放个四百。先给钱三百块了，白带上面就三百块，白带鱼。你三个 F， 我两分啦。好啦，白带三百了，你若给钱给你，除了我，还剩我小个人咯。我这样是看感觉你看鱼啊的吼，啊，一句话尔，咱无你啰嗦。你若阿三哩，我小弟也绝对赢你，啊，来三百了。五 F， 加你过迄个白带鱼三百，感觉有。我。你白带炒龙须准备啥物哦？是个，价钱白带无啊？哎，拢无。我做你几个？五个。今仔我来讲，你只要给三百块，我人给，我也送一个，人讲送双，我一下送你两袋，给两个钱。这两袋我送你。桌顶只要你有介意的点菜，我今仔绝对给你上上啊。桌顶只要你有看介意的，你给我点菜，我绝对给你上上，你听有无？来，全部二四六七个，再来有给钱的，我来讲，这袋给我送。给钱，欢喜就好啊，吼，来。
再过哩，再过哩，你无啊？这嘛无爱卖哦，这当作免钱，搁请你吃，来炸你吃，再过我送，再过我送，再过哩，最后搁一个人家客气，全部都给你，你免搞这搞吧，这肉会甜的啦，最后一个人家免五包，三百了。来，这样先，来，我叫导演，几个人到这？这三千五，这是间白大卖，你今狗仔搁教的哦，这免考虑哦。分了。来，你的蛤蟆好，我来分分嘞，先分了，保险免赔啊这。来，蛤蟆这个。来，给钱到。一两分哦。来。谢谢。今仔那个饼好烧，较袂好烧，拢无记得哦。老了个细节，我给你蛤蟆有给钱的，麻烦手摇摇一下，谢谢。来，蛤蟆有给钱的，蛤蟆给钱的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帅哥。来，啊，那个阿姐，好、啊、不好？姐，你的果冻拖走，现在囡仔还捡来吃吃。来，你有小朋友的人给你听哦，菜姐，你这菜姐什么钱还是九十了？哎，什么九十？这本来我就一斤七十块的物件，卖到起码一斤九十块。今仔要吃果冻，一个人家买就卖搞买两个新，给一个人家二十块，给你送二十块，二十块，二十块平等吃，二十块了。大姐，二十块平等吃吃，走路叫，走路叫我，二十块了，平等吃，二十块。三爷。来两个啊！一年一片嘛，先让我一下。一年一片海龟子迄种。三个啊！好食。四个啊！来萝卜糕粿个。几个消费啊？四个，四个。四个、三个、七个，啊，这我先搞着。七个啦，是二十块，安尼是几个？安尼偌济钱？七个二十，安尼偌济钱？我来收一个。八个，啊不，四个。八个二十才卖百六，才才四斤三百六十卖偌济？卖百六，啊无了三百。最后要两个人家给钱，这拢无爱留，全部恁有给钱的客家当去吃。最后两个人家，你会当买两碗麻饼二十块了。来只五个，美女啊，要买两碗无？来六个鱼。你是买对买这二十块，这来六个，这葡萄呢，这草莓呢，哈密瓜呢，啊上重要这红来呢，几个？四个了。来十个，再装个，十一个，再装个十一个拢外头，装包。要金木鲈鱼，金木鲈鱼我需要，上面金木鲈鱼，骗人！来鲈鱼千八块个，上面只萝卜糕，八五了，八五只，我菜刀粿你那边做好食，八五好呀，过两面只萝卜糕哦，三个，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做好了，我这边坐啊，靠住我两个啊，我搞一百五只，我两个我带个过，等我回去我等下过去哦，来只，最后一个龟孙了，我你八五无啊？来只，八五少一只，真的没有了，一百五，来只，我有九五的三个呀。来，你这炸起来，孙姐。哎，孙姐你好。我收这超好吃的物件，你有要吃这个？啊，这我已经讲哦，美女，这个是普通的豆乳鸡，不胖的，南投普通，卖鸡肉卖到上市上柜，全年各大卖场 ，Costco 包括家乐福，大家都有在卖一斤啊，包括 Seven Eleven， 大家都有在卖一斤，这个豆乳鸡。伊的豆乳鸡上厉害就是讲，规包无骨头。整包没有骨头，当个量只量钱，三十块好少一家列掉。一包只敢随便开一百五加百五啊！这三百，咱们碗伊咧上好人哦，伊内面碗咱来上，看起来面就看起来好人家哦。今仔你要食豆乳鸡，尽量听我讲话哦。这两包豆乳鸡真够好，至少一定要吃三百块。我无甲你收三百，卖你二啊五，迄拢无够俗。这两包小弟全送你食落啊！四包豆乳鸡，一支骨拢无，全部三个人家搞，买四包先给钱的先赢，两百了。来两百个豆乳鸡，两百块。还是没有啊？真正的赢了。最后这两包上面写没有了，两百块。豆乳鸡，来，这来要画啥？葱烧饼。葱烧饼，金木鲈鱼可以，还有葱烧饼。上面写金木鲈鱼的，上吊的。你若要抢钱的人家，你千万唔好买哦吼！第一，这个鲈鱼千万一支是拢无，这饭店拢用这个用吹，一分吹起来二两百八十块，你当作规地你食嘛？半地就要甲伊吹伊啊，白纸地就甲伊吹五百以上啊！这两只鲈鱼千万要甲伊吹一千块，唔免一千，免八百、三百，差不多三百块。美女啊！啊，超精致啊！这鲈鱼的肉上营养，第二全部拢无刺，你是买这买这？这偌高工你敢知？我若这地搁送你，这地一百块，你绝对买无鲈鱼千万这大地啦，这大地啦，这。
一个半斤的啦。你起来新客市的人家，我爱讲啊，我最后搁招一个人家啦。来啦，这个我送啊，今天先这个，今天吹啦，无饲的啦，大人囡仔拢袂歹哦。三百块钱哦，鲈鱼千八，鲈鱼的千八，搁有要吃无？鲈鱼的千八，来收，收。过来，恁搁讲啥？你要吃碗鱼啊？碗甲皮啊无？来收，抓平下去。碗甲。好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好。我鱼你要吃的人家，免一千块八百，爱吃三百哇。三百。这碗阿咧才鲜啊！这一尾卖三百，两尾卖三百，三尾六卖三百，四尾卖三百，五尾三百，收收啊！哎，阿姐，一礼拜七百啊！平姐啊，这两尾免钱，送你吃，七尾哦，你唔免五百块，卖你三百块，落三百块。好，收一个啊！七尾哦，你三百块，你要第尾两尾、四尾、五尾、六尾，安尼无啊，刷收掉。七尾哦，你卖你三百落，大家欢喜上重要，大家欢喜上重要，哦，来。